迎大家来到本季完美假期的第九个正式退房日。本周万众瞩目的三位第一季人气房客回归，让别墅里多了不少欢声笑语，但也多了一些是非恩仇。王蒙，哎，时隔一年再次体会退房程序，感觉怎么样？真的是一个很悲伤的日子跟时刻，真的就特别心特别累，觉得说人话忘个了吗？哎呀，大家都是面对的嘛，这就是一个生存的游戏，就是每一个人走了，其他的队友都说带着他的梦想下去，那个梦想有可能是圈粉，也可能是那100万，反正就带着梦想去走下去。如果真的将来自己所带的这个队能拿到冠军的话，希望大家那个梦想可以一起分好，也不要忘了叨叨呢，别忘了我叨叨呢，我在这儿呢，他问叨叨的想法呢。叨叨的想叨叨，哎，反正我每次经历淘汰候选不是就是要开始内投的时候都挺紧张的，每一次都挺紧张，因为虽然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就是怕得罪人的人，每一刀都砍在想砍在自己的人的头上的那种人，我是敢砍啊，对不对？但是每一次都非常紧张，可能当下的时候别人会误会你，也你可能你自己也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出去以后才是真正开始交朋友的时候，所以大家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就好了，放心大胆的选他。选谁啊？想选老房客的回归也为别墅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本周面临退房危险的三个人，他们一直是同一阵营的盟友，感情深厚。他们号称是铁三角，牢不可破。他们是杨富宇、周晨曦、关明阳、关明阳。你作为铁三角的领军人物，一直自信满满，前几周带领铁三角势如破竹，局势大好，而这一周铁三角三人全部进入退房候选人的危险境地。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没什么原因吧，就点背呗，输了游戏呗。你一直害怕自己进入内投，这一次觉得自己会被拯救吗？我不知道。如果这次你能脱离危险，你担心自己以后的处境吗？不知道。杨富宇，这是你第三次濒临退房的境地，和上周不同，今天你和你的好朋友都深陷退房危机，你希望谁能留在别墅呢？我希望周晨曦和光明可以留下来。在别墅里已经生活了7周，你觉得自己收获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之前觉得弊大于利，但现在觉得我真的学到了，收获了很多东西。嗯。周晨曦。是。这一次，铁三角三个人都成为退房候选人。你有预想过这个局面吗？有啊，因为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啊，只是时间，快慢吧。你一直被认为是铁三角或是完美无傻的纽带担当。什么担当？纽带。哦。如果是你离开别墅，你觉得他们的感情还会和之前一样好吗？会吧，因为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很核心，但是，可能相对于他们来说，我的处理方式会比他们冷静一些，多一点理智吧。所以我希望，如果我走的话，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去冷静一下，想想这个事情，然后再去想一下后果吧。对。在别墅里，你最舍不得的人是谁呢？六傻，没有罪。好的，希望你们都能好运。接下来我要公布本季完美假期第九个退房日的退房流程。首先，根据三位退房候选人25小时完美拯救日的票数，决定一位安全房客。三人中票数最高者将被拯救，可以继续他的完美假期。另外两名退房候选人将接受其他8名安全房客的内部投票。8名安全房客依次投票选出自己想要驱逐的房客，得票数较高的一位将成为本周最终退房离开的房客。好的，现在正式进入今天的退房流程。杨富宇、周晨曦、关明阳，三人中谁能首先安全离开退房候选人的位置，取决于25小时完美拯救日的得票情况。完美拯救日，网友拯救投票的最终结果。杨富宇，25小时最终人气得票23万0359票。周晨曦，25小时最终人气得票95,366票。关明阳，25小时最终人气得票11,639,528票。所以得票数最高的是关明阳。关明阳，恭喜你，你现在脱离了退房候选人席位，并可以在接下来的房客内投中行使你的投票权。接下来进入第二步退房流程，请安全的8名房客依次进入完美会议室。
针对杨富宇。你干嘛呀？周晨曦。你要干嘛？哎，我好低啊！投出你想要驱逐的房客，尴尬好吗？并说出你的理由。得票数较多的房客，今晚将因为你们的选择和各位告别。杨富宇，你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吗？大家不要看周晨曦了，就是想什么想做什么决定，就是然后。我没了。周晨曦，你呢？什么？我还是希望老关跟富宇可以留在这里，然后我走。对，然后。好，他说完了，早点过吧。好的。现在，我宣布房客内投开始。请杨帆进入会议室。是不让我进吗？好了。现在在里边都是铁三角，我投这一票的想的可能是我现在组的 CP 子欣在里边，然后子欣现在可能对我的态度不是特别的热情，他昨天在谢师宴上也哭了很多，我觉得能走进他心里的公子算是一个人，我觉得我现在下了这个决定，第一点是觉得公子可以照顾到子欣。第二点就是，如果是公子走的话，铁三角必定大乱，这样的话会给某些人会有一些可乘之机，所以我决定保公子，投杨富宇走。请冯可进入会议室。把他留到后面。我投投杨富宇保周公子，因为这两个人我也不知道该投谁，但是富宇跟我说过不止一两次说他想走，所以说我也尊重富宇他的意见吧，所以说我投富宇保公子。请罗泽丽进入会议室。我投媚娘走，然后保公子。我之前有说，就是铁三角里面的人，我没有讨厌的，就是说我投媚娘走不是因为说我不喜欢他，
只不过我觉得我不掺杂其他的一些战队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各种因素，我就是觉得他这个星期确实也受到了一些，首先也受到了一些刺激，我觉得他也可以在外面一些成长，然后我把公子留下来也是因为我之前对他印象也一直都挺好的，也比较喜欢他，而且我觉得子欣作为六十安里面的女孩，她需要公子的保护，因为我个人也挺喜欢子欣的，所以我选择了把公子留下。对，这就是我做的决定，谢谢。请周一博进入会议室。现在要投票的是关面阳、周晨曦和杨富宇。我觉得不管是他们这一周谁走，其实与我来说，代表老妇联来说，我们大家其实都心里会有一些轻松的地方和感慨的地方。这一票在周晨曦和杨富宇身上，我觉得他们俩谁走其实意义都一样，但是第一，首先刚刚公子跟我对眼神，他说他希望我投他走。第二，而且富宇是我的 CP， 我也觉得他其实内心有很单纯的一面，而且他也现在在慢慢的变得更好，我们大家都在看着他慢慢的变得更好，所以不知道我这一票有没有用，但是我这一票投给他，我投周晨曦。请孔凡浩进入会议室。哦耶，看来今天的关键票不在于我。我投这一票，我投给杨富宇走。为什么呢？有两点。第一点是，特别特别感谢周公子在梁希斌、西西有危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帮助了西西。那么我这一票也是还给周公子。第二点是，我觉得富宇的年纪是非常小，在接下来的完美假期别墅里的竞争也是会越来越残酷，所以我觉得他学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他出去之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这一票投给富宇，祝福你。直接就走，因为我要小罗的人气跟张思凡的爱。你为什么爱张思凡啊？请欧东华进入会议室。啊，投他们三个。我投
的是杨富宇，因为我要保护的是周晨曦。请姜子欣进入会议室。我投杨富宇，因为周晨曦不能走，因为周晨曦是我在这个别墅里最信任的人，所以我不能让他走。他每次投票就五秒钟，所以他就五秒钟。我每次去投票。请关明阳进入会议室。谁走就得挨骂。我洗澡的时候跟你说的话，你得听。关妙，你必须要投我。我特别讨厌这周的那头，特别讨厌。然后我是其实是想放弃投票的，但是是应该是不行。我不知道投谁，我真的不知道投谁。然后我希望我这一票是可以放弃吗，女神？女神？女神，我这票可以放弃吗？不可以。我要投。哎，我真不知道投谁，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真的不知道投谁。我要投杨富宇，我要投杨富宇离开。哎，我不想投杨富宇，啊！我要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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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投谁，我真的不知道投谁。投票杨富宇吧，我投杨富宇离开外面别墅。好的，投票完毕。
本季完美假期第九个退房日内投的结果是看吧，杨富宇。这是一个票上的经验七票，7票。周晨曦一票。恭喜周晨曦，可以继续你的完美假期。很遗憾，因为房客们的选择，杨富宇，你将要与我们就此告别。好，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很谢谢各位，真的，我今天特别紧张，我怕你们不会投我，因为之前有粉丝刷屏说你们会投周晨曦走，所以我担心了一整天。对。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么么哒。不准哭啊，哭了就不哭了。我能走了吗？好尴尬，不要哭啊。没办法，能走了吗？走吧，希瑞，你不要让我尴尬。杨富宇，啊，谢谢你在完美假期这七周来的努力。谢谢完美假期。你的单纯率真和对朋友的仗义让我们十分感动。女神爱你，你会一直是我们最可爱、最动人的小精灵。么么哒。以后的日子，愿你进化成最强的你。我给我家铃声以后调成这个起床铃声，室友会想你的声音的。杨富宇，请到照片墙。哦、oh, ，sorry， 我忘了。请面对照片墙。与代表你别墅生存的照片告别。现在你可以领取自己的手机和大家合照告别。我之前有说过，我说我跟你一直准备了一件衣服，衣服啊，对，然后一直准备的，然后我就想有一天我离开的话把这衣服，但这件衣服你一定会瞧得起，一定会瞧得起。你给我的什么都瞧得起，真的是一定会瞧得起。拍张照片行？嗯，面对，面对这边吧，咱俩每个人都拍这边，把亮度调亮。我底下这是我跟谁聊天？没话费了，一二，有点曝光。我们说好不分离，关了声音，你继续说。没有啊，然后我就希望你出去，然后不管是穿还是不穿，留着点看。好的，嗯，没问题。周晨曦，你别哭。我不想看见你哭，真的。你应该能承受得住，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崩溃。我之前也说过，如果你走在我前面，我真的会崩溃。拍不了照啊，是吧？别哭，别哭，别哭，别这样。
烦。迟早都是要经历的。然后在干嘛呀？别哭了，我下周把你拉出去，好吧？啊，别这样，我好难受啊。我明天还回来的，你干嘛呀？我明天跟你哭。别这样，好吧？这次真的花心了，谢谢。恭喜保护好你啊。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你别哭。好好加油，知道吧？记着我昨天晚上给你说的话。好好的。我想你。不是，就去小天天。好。我来等你啊。出去见。你信吗？我把你克走了。没有。就是因为你是磕 CP 的，我才选你的。自己好点，记住我能跟你讲的话，不要再放弃。我知道了。而且，以后一定要变得更好，不要再让自己变坏。行。不管怎么样，咱们也是 CP， 是吧？自己好点。好。在一块时间不长，但是你的优点很多。谢谢，我加油啊！不会的，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还是谢谢你们，真的，我特别感谢就是你们今天所有的就是能保住联系的人。出去之后就是有时候不要太意气用事。好，我知道了。我相信不会成长很快的。这个不会真的。不了。有点高，在里边不按时吃饭，不好好睡觉。哇，对啊，出去好好照顾自己。希望你走出这个门以后要长大，要好好照顾自己，然后让自己强大起来，去保护家人，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好吧？听话点，听对你好的人。好好的，你现在感觉整个人都是那种状态，老了是那种状态。加油啊！长大了，长大了，你棒，就认真。其实我真挺喜欢你的，我知道啊。好好的，看好你，加油。加油，加油！谢谢，昨晚说的话。海瑞哥。你在爸说的话我都知道了，然后你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
出去还是我的好妹妹。没有，乖。明晚见。哦，明晚见。哎呀，你怎么做到的？我知道。那你们北京见。好，谢谢。我没拍照片，怎么办？我忘了。山野花。啊。在上面。明天再单独拍吧，好吧。风吹雨，你们站近一点嘛，弄得跟我有多。时间追不上白发，你年少掌心。可以，三、二、一。哎呀，我脸太大了，再重拍一张。三、二、一。这条路上的你，太美了。好看吧？我们说好的，我给你们每个人 P 一下脸吧。就算雨是天，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终于是在里面，你放心啊，好好学，加油啊，一定要坚持下去，走了，拜拜。哎，关晚一点，让他们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先。
天就在门口等你。秀贤去哪儿再想？还有可能会吗？别忘了。去的这一周是充满欢乐与智慧的一周，谢谢你们所有人的努力，也请所有人将掌声送给带领大家比赛的老房客王蒙、王祖豪以及今天已经离开的翁伟伟，当然也送给你们自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由于翁伟伟所带领的团队在比赛中失利，所以翁伟伟和杨富宇今天遗憾地与我们告别了。而王蒙、王祖豪，由于你们两位队长带领的团队在本周的比赛里获得了好成绩，所以你们可以在别墅里多停留一天。明天晚上，你们将退房离开。各位房客，目前，距离本季完美假期总冠军的诞生，只剩下最后五周时间。请大家好好把握。上一周，通过复活赛人气比拼，合力的人气值获得第一名，成功复活。明天中午，合力将回到完美别墅，与大家一起继续比赛。接下来，我来宣布下周赛制，请大家认真听好。下周，完美别墅将产生两位钻石房客。一名钻石房客是复活的房客。而另一名钻石房客将通过明天的钻石房客争夺游戏产生。两位钻石房客将会成为一周的集权者。他们会通过游戏 PK 获得三个退房候选人指认权以及一张安全牌。新的一周，别墅里的所有权利都归两位钻石房客所有，所以明晚的比赛请务必加油。另外，下周的游戏都是团队作战，人多的队伍在游戏中会占有明显优势，所以你们要帮助哪名钻石房客去对抗另外一名，需要你们好好思考。当然，你也可以审时度势地改变自己的策略。每次比赛前都会给大家重新选择战队的机会，大家明白了吗？神会吧。不明白，能再讲一遍吗？不会再讲了，就是把你绕进去。
祝你们好运，晚安。晚安。怎么晚安了？